杆子把所有人都 K 下来，只为维护他那个少的可怜的尊严。他们也只能这样苟延残喘，然后只能这样子打压网红，讲的自己好像很厉害，那就很像 X X 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自己爽，没有给你。嗨，大家好，管儿好，你的不好的女人终于来了。现在2023年，我记得第一次2017年吧左右。你就开始有在，我觉得最早之前是讲吴宗宪嘛，被爆了很大，然后后来就讲我，就也被爆了，好像就一爆就爆了这么多个年头。毕竟我们也可能算是荧幕情侣之类的吧，因为你非常的好笑，因为你就是双标的代表，然后就是肌肉脑的代表，就会觉得说哇，这个人真的都没有在思考，然后讲话都在自打嘴巴。可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从头到尾都是喜欢你这个人的，因为我觉得你超级可爱。就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热血漫画的男主角，因为热血漫画的男主角通常都无脑，但他们就是一股热血，一股热情冲。我记得你当初也有去上过吴宗宪的节目，对。那后面为什么 why 为什么我发现整个演艺圈没有人敢得罪他，就是一个吹捧的文化，就是只要是吴宗宪讲话一定是对的，就是大哥就是不能得罪，因为你知道得罪大哥就会跟我一样被整个演艺圈封杀。但我觉得我们敢去讲是因为我们根本没差嘛，是就是其实像演艺圈电视节目还有多少人在看，你随便一个直播流量肯定都比他们那些电视节目还要好啊、对，这不是吗？是，然后我们赚的钱也不是靠你们这些大哥施舍给我们的，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在演艺圈里面大家必须吹捧，不然的话他们就没饭吃。因为你有踏过演艺圈，我是因为要帮所有的网红说话，因为他说网红都是没有，都是屁，都是没有素养、没有养成。也许我是啦，对，你确实，你确实是啦，对，我觉得不是，也许是啦。但是因为我就这样子嘛，对，大家喜欢我，但是他把，因为网红类型非常多 ，YouTube 也是网红一类，你也是网红啊，对，你出年不高吗？你没有出国的经验吗？你没有看过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一竿子把所有人都 K 下来，只为维护他那个少的可怜的尊严，就像你讲演艺圈的尊严。可是吴宗宪也只能这样，不是很惨吗？你不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也只能这样苟延残喘，然后只能这样子打压网红，讲的自己好像很厉害，那就很像 X X 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自己爽，没人要给你 X X ，然后他觉得我这样子这样抖一抖我就很爽，你这种感觉觉得很 so sad。然后他还是最后是跑网，他跑网路，重点是他跑网路还不红。这就是最惨，就跟孙德荣一样啊，他也想做新媒体啊，啊就不红啊，怎么样？然后他来蹭网红的流量，然后再来这边指导网红，说网红应该要怎么做。这些演艺圈的人不就是在倚老卖老？吴宗宪的事情，而我觉得你那时候蛮勇敢，而且是女生。